嗨，各位好，这是我们家柚子，他的名字叫柚子啊，他学名叫下古穴蛙，也就是俗称的波子脚蛙。那现在目前已经成体了哈，所以我打算让他这一次吃好一点，柚子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可以吗？这次让你吃好一点，可以吗？啊，他应该是看到了啊，在这里，芦笋啊，他之前也吃过一次啊，那结果我发现到哇，突然胖的很多哈，所以我就帮他交换其他的饮食方式。那现在因为我想说已经有。可能他可能要发育的期间哦，所以让他吃好一点，好不好？啊，柚子，可以吗？超可爱的。啊，好啦，准备来了。哦，我把它放在这里好了。轻松一口咬下去了，通常喂食芦笋哦，还是得选择尺寸啊，对啊，不然如果你蛙本身太小只的话，你就选择芦笋的话，也不容易消化，也有可能会撑死的疑虑，或者是那个食物败坏在体内，哦，所以这益生菌哦，一定得使用哦。吃这一只应该够他撑个十天有了。啊，柚子，算是中秋节前的给你的美食啊，好不好？OK， 可以吗？啊，可以吗？好，可以了哈。OK， 好，谢谢。